吧，我只知道现在有几个东西不能说，谁有做事，谁没有做事，不要上二楼，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东西哦，大家自己注意一点。我只知道最近一直有在跟我讲这个、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找你来干嘛的？来干嘛？来干嘛的？他妈的，又不是要五马拍片，不知道来干嘛的。OK， 嗯。你是 YT 仔，不关你的事。圣诞节快乐，给你买饮料。确实啊。